这集介绍的是女神降临舞团。在马其顿的嘉伟站哦，连续两天呢迎接我们的饮水风暴盛世啊，就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好的地点搭设非常精彩的定点舞台啊，用我们最精彩的表演陪伴大家度过这两天的假期。那么呢，今天舞台上我们一连串有相当多精彩的节目，感谢我们的正品文化工作室为我们来进行活动统筹。现在这个阶段呢，由我们的女神降临，首先为大家送上精彩的开场表演。好，看到目前我们的镜头是集中在中间了。好，中间的朋友，我们在一张号准备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右手边有没有要拍的朋友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镜头。好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这边举手再一张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哈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左手边，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候。来，我们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还有要补画面的朋友吗？还有要再拍一张的朋友吗？最后面是不是？我刚刚看到举他炮这一位是最后面，最后面，你们的右前方那个两点钟方向。好，这样子拍得到吗 ？OK 吗？OK， 好，来准备一下啊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谢谢。最后我们跟空拍机挥挥手，好，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为我们来记录下这个非常美丽的时刻、非常美丽画面的各位摄影师们。